彰化縣政府為了要改善校校圖書室的空間，補助大直國小舒服活塗改善國小圖書室空間設計計劃，經費攏總150万，收到活塗藝文中心落成，希望提供予學生優質活塗的環境，培養囡仔活塗的興趣。那我們除了裡面很多的圖書以外，我们也把这个动线啊柜台还有展区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啊，希望能够啊阅读越幸福，大家一起来阅读。我们也感谢啊县政府的长官，包括啊我们的议员们，哎都非常重视阅读的啊教育啊，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阅读中心的启用能够带动阅读的风气，那么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好的阅读的环境，他们能够有好的学用基础之后呢，他能够把书读好，未来成为国家一个有用的栋梁。新的图书室采复合式的设计，提供学生舒适的阅读环境，有一个展演平台，带动师生和社区的居民共创阅读生活，促进学校和社区的关系。魏馆长关心大直国小学生行的安全，才是拓宽校门前的中南路二段164巷大直派出所的墙围啊，将要退旧2米，兴建学童上课的步道，维护学生上课道路的环境，保障学生上下课的安全。公益频道张华韵彰化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